们，我们上一次讲到刑天，进入到刑天了哈。刑天呢，它的关键字、关键的观念是先胜后战，先赢了再求战。你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吗？表面的意思是赢了再求战。那为什么要强调这种概念呢？你还没有打之前，你怎么可以知道你赢了呢？大家一定会这样问，是吧？你只有打了，你才能知道你赢还输啊，对不对？是不是绝大部分人都是这样的观念？可是孙子却强调说，你要求战之前，你一定要先保证你赢了，先确定你赢了，你才求战。那我们一般人的观念说，我要去跟人家竞争，提个什么案，看能不能得个奖，是吧？那输赢啊在天，输赢由裁判决定，是吧？啊，没事，我怎么知道赢还是输？啊，可是孙子这边的想法呢，他是因为牵涉到国家的死生跟存亡，啊，一个国家你知道几千万、几百万人，那他的那个胜败所带来的那个风险的意识，就不允许人们呢在输赢当中还有不确定性。啊，战呢？像我们在第二篇所讲的，战争在战什么？在战前啊。那你如果打输的话，会是什么下场啊？打输的不是说我这场比赛比输了而了不起，我就回家吧，没什么了解，下回再来。可是你打仗的话，你打输了，打输的是什么后果呢？死掉而已啊。死你自己而已，死一个人，十几个人，你知道打仗打输是什么后果吗？你们有没有看一些这种历史片？你去看一下二次大战战史，比较接近的啊。你看日本占领这个亚洲，所有在占领的地方啊，跟国家的都饱受日本的荼毒啊，日本的掳掠。对韩国人到现在还在很怕，我们台湾人不像台湾人很宽宏大量啊，觉得没有关系啊，现在还是很怕日本啊，对不对？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的想法怎么样啊？到底我们是应该宽宏大量来面对历史，还是应该牢记历史，是吧？没有关系，反正打仗打输了没什么了不起嘛，就是死一些人。这就是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如果很深刻的话，你就知道说我与国之间的战争啊，不可轻易启动，不可轻易有冲突啊。如果一启动的话，那个是成千上万的生命的损失。还有呢？还有没有？就是有生命财产的损失吗？所以他会那样那样的重视战争，死生是立存亡之道，费了一整篇十三篇的兵法来谈这些东西，知道吗？为什么打仗是很严肃的事？打输了会怎么样？打输了会怎么样？国家灭亡啊！有哪一个国家被灭亡了、啊？在你们的历史当中，就你们的历史到现在为止二十来岁，有哪一个国家打败仗了，然后被灭亡了？有没有？西罗马帝国打败仗被灭，被哪一个国家灭？对，哦，他灭了。可是那是历史，那是很久远的过去，啊，那就是历史上头的那些故事而已。对我们来讲，觉得不关痛痒。所以我刚刚在谈战争啊，当时谈这些国家的兴灭绝亡的时候呢，当时会有很强的意识。所以像我们同学去比赛，输就输嘛，没什么了不起，你懂意思吗？我输了我下回再来，反正现在比赛一年好多个不一样的这种竞赛，所以大家会觉得说输赢啊是兵家常事。但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兵家必胜必争的一些战役场合，
你只要输的话，那个是什么样的下场啊？不止人死啊，领土要割给人家啊，有没有啊？领土要割给人家，领土割给人家，那是什么意思？还要赔钱给人家，还要赔什么钱？你输了干嘛要赔钱？就是要赔钱啊！那日本打输我们，为什么要赔钱？没有啊，啊对，所以日本不会痛。啊，可是你像一次大战结束的时候，德国打输了，德国要赔钱，对不对？是赔好多年，好多钱，非常他很痛。这国破民穷的一种时代里头，极端主义就兴起，纳粹就行，纳粹人要带领德国复仇，这样那种心态，所以好多好多德国人都被希特勒给夺先，所以德国都在想。那因为痛，所以他会想要感觉到战争是很不好，所以大战结束以后，德国的总理会跟以色列人跪在以色列的犹太人集中营面前跪着跟他道歉。你知道，在1971年的时候，德国总理到华沙，到那个叫什么波兰华沙去访问的时候，他那个犹太人的集中营面前，那边有一块墓碑，他当着全世界的眼光跪下。啊，那大家有没有觉得德国人很羞耻？没有脸，对，然后反而站在德国人，失败了，输了，认错了。可是到今天，你看东方的这个国家，当初五月烧杀，然后侵略很多的亚洲的国家，到现在为止不肯认错。所以连美国都出来讲话，那你知道战败国是什么下场吗？是国家没了，破了，人民亡了，领土被割了，知道吗？妇女通通被充作奴隶，是吧？你知道是非常的悲惨啊，那个不是我们所能够想象的，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先胜而后求战，否则就不要战？所以几近乎保证一定要赢，一定要胜。所以如果我们站在不同样的 level 来看战争这件事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好像不太能够应用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上，就是和我们的心里头呢打不上一边。所以他为什么要先胜后战？不能先战后胜，先战后求胜是我先打，然后呢慢慢再看，且战且走，是不是？是不是大家的心态都是这样的心态？且战且走。可是孙子的主张是赢了才打，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差别啊。那为了保证这样的一种立场，他一定要先保证了，一定要先保证不可胜，不可使别人胜过我们。我想办法让他没法赢过我们，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让他不要来参加这场战争，他就不可能赢我，是吧？我把考试的时间把他弄错了，是不是让他没有办法来参加考试，所以他不可能赢过我啊。很多很多这些现在会觉得说很烂的招数，是吧？但是你为了保卫国家，为了保卫成千上万的百姓，那很多的招数啊都是要让他先为不可胜，先使敌人不可胜我，以待敌之机啊。那么因为呢再强的敌人都有弱点，很虚处，所以那些信奉唯一攻击再攻击的，就一定这里头一个问题，就是说有很多人呢都很信奉呢攻击再攻击啊。像现在大家都很流行啊这个先发制人，但是先发制人有问题啊，你知道吧？先发制人呢，你如果碰到很弱的对手的话呢，啊，那当然你可以很快把对方打败，先发制人，因为对手没有准备。但是我们必须要的小心谨慎，如果先发制人碰到对手很强的时候呢，你先发制人会有问题的，啊，你会容易暴露你的意图，
你只要兴起想要先发制人的话，就表示你有开战的意图，你有开战意图立刻树立敌人，而且你容易把你的资源，而且说你都会习惯从哪个地方攻击人家，所以人家知道你的资源的你的配置你的地点在哪里，所以先攻击很容易暴露自己啊。那如果碰到很弱的对手，你就把对方打败了。如果碰到很强的对手的话，他撑过了第一级以后啊，他到了第二级，轮到他会反击你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你的地点你的资源，他已经知道你的意图了，有多强有多厚。所以在核子的战争当中呢，很强调的就是能不能够 survive the first hit， 谁能够 survive the first hit 的话呢，那等到他反击的时候呢，那首先打人的那个就立刻暴露在一个风险情况之下啊，所以不是一种消极的啊，所以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绝对不是一种消极的。那上一次我们谈到说不可胜这件事情操纵在我，可胜是操纵在对手，对手何时暴露出可胜的这个机会出来给我们。因此啊，善战者能为不可胜，可是却不能够保证敌人一定可以被我方胜过他啊。因此呢，胜败是可以预先知道，可是却没有办法保证哪一边一定会赢，是不是啊？那是这样说。所以说啊，紧接下来他就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好好来检查一下，如果大家可以接受这种观点的话，我如果能够确保我能够赢对方，既然胜不可知啊，胜可知而不可为啊，我如何能够保证我一定能够赢他？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所谓胜这是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我一定可以保证你赢过你，因为里头很大的因素是对方愿不愿意被我赢，愿不愿意暴露他的弱点给我知道。因此这里头的角力啊，强手跟强手之间的角力呢，我想很多同学应该有这种生活经验啊，就看呢哪一边能够先掌握一个优势啊，就从这里头来谈胜败啊。所以紧接他就开始讲，他说不可胜者是守也，可胜者是攻也啊，这个没问题。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你守何时你采取守，采取守是因为你对于形势和敌情的掌握还有所不明，所以你守你不动。我对对方的一些武器弹药配置的地方，它的强处它的专利有多少，它的资金有多少，我还不是很了解啊，我不知道它口袋有多深，所以我要不要跟他打这个成本战，我还不是很清楚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先按兵不动，你采取守势。所以守的时候呢，是你不足的时候，时机还会到。攻的时候呢，就是你已经很有把握了。所以善于守的人，他会藏于久地之下。他善于守的人呢，很懂得如何防守自己的人的话，他防守自己像防守到地下九层一样。地下九层没什么了不起，电梯坐下去就到了，是吧？为什么不防守地下十八层？那为什么说藏于久地之下？这个久啊，原来是一种形容词，意思就是说我藏在非常极端、非常极端隐微的地方、隐暗的地方，让对手根本不知道我藏在哪个地方。所以久了不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那个有形的久，它是一种无形的概念，很极致的概念。藏到上，什么是最极致？藏到说，即使你在他旁边，他也不知道你在他的旁边，是不是？像空气污染非常严重的时候，最可怜的就是你牵着他的手，却看不到他的脸，是吧？他不是有一首歌来描写北京的雾霾的时候，是吧？最可怜的就是牵着你的时候，却看不到你的脸，是吧？那种情况呢，就有点像这种状况。你在他旁边，他根本不知道你在他旁边，可以隐藏到这样的地步。然后呢，善攻者是什么呀？动于九天之上，同样的概念，他确实可以牢牢的掌控对手，很清清楚楚知道对方，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攻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他藏到像藏到在地底下一样，九地之下那样的情形。只有懂得这样的概念的话，才能够自保和全胜。
你要注意哦，孙子非常强调胜敌意强，第三篇谋攻篇非常强调权的概念，权是保全，全国为上，全军为上，破的话呢次之，破军破武啊，破我，这都是其次，最好的是什么？保全，赢对手还能保全我自己的实力。你想想看，好比说你们考期中考，你一天考两科，考期末考一天考三科，有没有？有没有曾经早上考一科，下午考一科，晚上再考一科，有没有？那你那个时候就非常注意，要胜敌意强，自保而全胜，要知道如何保全你的体力啊。早上那一科考完以后，如何立刻能够充实你的体力？下午再战，下午战完以后，一般来讲大概都瘫在那个地方了。哎，还能够立刻恢复你的体能，大概要吃一罐蓝牛啊。然后晚上还能站到九点钟，哇，那一天完了以后休息一个礼拜，对，自保而全胜啊。因为如果你不能够自保，即使你赢了一场战争，那个下场是惨胜，惨胜的下场会是什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两败俱伤，然后呢？下场是什么？无法再战，然后再来下场是什么？战死无望，国破民亡。产生是什么样的非常危险的境地？你知道吗？就国民党产生，结果丢大陆啊！哎，对，那个是一个，那个是国民政府，那个是在大陆，不是产生日本吗？对不对？八年抗战最后结束，你赢了吗？不是赢了以后不选总监，两三年之间就被老共给席卷了，是惨胜的下场。你赢了，可是你不是这样赢的，不是自保而全胜。你立刻的下场就是面临一个险境，有心之人、野心之士的诸侯，他都可以趁机而起，趁着你非常疲累的时候，他就可以下手血债之。知道啊，所以孙子非常强调这种概念，要能够这样能够自保全胜。可是那个时候有一个叫汪精卫的，他提出同样的看法，所以他成立了那个跟日本人合作，在南京政府成立了一个中华民国的政权。他就是说，如果国民政府跟日本打了一场惨胜的仗，那可能之后是就是他预言后面的下场。可是他后来被他是变汉奸嘛？对，对啊。他就跟日本人周旋，可是你跟日本人周旋的结果的话，就是你大半土地可能要被日本人统治，然后你也可能要延长被日本人统治中国或是占领中国的时间，就不是八年能够结束啊。所以即使是你很惨胜，可是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有很多的国际形势对于这个中国国民党的不利，对国民政府的不利的话，应该不是一个道理，因为苏联背后在支撑，可是基本上是自由阵营跟那个跟共党阵营之间的一种拉斗争，那不是只有中国国民党对共产党，你对那段历史可以了解一下，其实它是整个国际形势两边的角力在中国战场上，所以最怕的是呢，你赢了一场战争却失去了和平，对不对？啊，你勉强赢了，但是你的下场是什么？下场是下一个敌人随时就上来，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让自己要能够自保而的全胜，赢的能够不费很大的力气，啊，最好能够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不断的强调这种概念哦，同学们，这个东西这个概念有如何可以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上好的？像这种概率不战的巨人之兵，如果赢能够赢得自保还能够全胜，这个可以在你新的报告上头可以好好发挥。你在你这句话给了你准备你的考试准备你的求职上头啊，给了你的什么样的启发？所以你暑期应该做什么样的规划？你去实习跟你未来要走的道路，或者是你将来要考研究所啊，你要找的工作给你什么样的启发？要能够自保还能够全胜，保全自己的实力的赢，而不是很惨耗了非常大的成本而赢，那种赢呢事实上已经接近于输了，只是明目上头的赢，只是明目上头的赢。
因为对方输了，你还要花很多钱财，花很多的船只，把他的日本的战俘把他给送回日本，知道吗？然后还要花很多钱，然后你又不要他一毛钱，那你想想看，那你这八年抗战来打什么战争，是吧？所以在那种情况下就变得是非常危险，非常凶险。所以1945年赢了战争，然后1949年四年以后整个大陆就丢掉了。所以这些观点看看能不能用在你的生活上，日常生活上啊，你将来在职场上头，你将来跟在工作职场上头跟对手互相竞争的时候，那你老板啊，老板看要用哪一个，要提升哪一个人，你赢了如果是惨赢啊，会带来什么样的下场？公司与别的公司的竞争也是同样的这种概念啊，这都可以您在写新的报告的时候看能不能给各位一些启发，可以在这个地方有所发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有人说孙子兵法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个问题是你如何能够不透过战争的形式，不跟人家打仗，不跟他对骂，就能够让对方不要再来干扰你，不要再来挑衅你，而愿意跟你做好朋友，至少不会再来阻碍你的成功。这背后就有很大的学问哦。把他娶回家后嫁给他。是啊，这是两个方法，还有没有别的方法？是啊，很好，把他娶回家或嫁给了他，是不是？对，英文不好学，就把老师就教英文老师当女朋友。是啊，那我总是男的吗？那就嫁给他。嫁给他，你是男的，你嫁给他吗？不是，我是女的。那怎么办？换另外一种方法，是不是？不战。不战。所以问题是你办公室里头两个在争一个经理的位置，看谁升上去。这个是将来各位在职场上很容易碰到的。如果能够透过不是战争的一种非常死伤惨重的一种形式而允许的，让你的意志能够睡醒。孙子是非常强调这样的概念的，所以在强调知己知彼，知道对手在想什么，知道对手的长处优点在哪里，知道自己的长处优点在哪里，短处在哪里，这样才能拟定出各式各样的应对的方式跟解决方案，而不是诉诸那个非常直接非常浅白而且非常惨重的一种方式，就是开战开骂，开战开骂后果是什么不得而知了，那是至少那是非常惨烈的，知道吗？这个是孙子兵法的素养，强调孙子兵法的人，学过孙子兵法的人，这是第一个要义。所以他的概念都是环环相扣的，全要保全自己，破国破军破国的话又如何保全自己，无法保全自己的，要能保全自己的实力永远处在颠扑不破的概念持盈保泰的情况下，所以别人无法有机可乘，是吧？那这个概念请大家注意一下，所以不可以随便给人家知道你的缺点，也不可以随便给人家知道你的优点，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像是现代人要过的生活啊。喜怒形于色，心事不可以给人知啊，这个是衍生出来。你知道吗？既然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话，我问你，别人也要对你知己知彼啊。像我要对别人要知己知彼，我想知你，对不对？我也知我自己。请问别人是不是也要知我，也要知他自己？每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你如果还能够继续保有优势呢，要继续保有优势的话，像我们经常在讲一句话，君子不失色于人啊。失色于人是说你不可以让你的喜怒哀乐失控，好比说你笑得太过分，笑得眼泪都流下来了，你的部署一看的时候，哦，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老板啊，真的动得真情，这就是他的底线。他把眼泪都笑出来了，一下子被部署看穿了。还有你失控发脾气的时候，部署也说，哦，这就是他的底线，你懂了没有？
你身为部署一定都有在尝试在测试老板的底线在哪里，对不对？讲什么话老板可以忍受，讲什么话稍微过一点的话老板就失控。你如果把脸色都挂在喜怒哀乐挂在脸色上的话，其实效果只有一个，就是部署或者朋友都对你非常清楚了解，所以下回他们慢慢就会能够 manage boss。 不是有一个领域叫 boss management 吗？啊，哎，我当 manager 的话必须 要有这种 sense， 你知道吗？你的部署啊，你有十个部署就有二十只眼睛一天到晚就盯着你，你知不知道啊？你往前走人家往后面的看着，你就想想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当学生是不是一天到晚在看了，哎，这个在教我们书的老师是不是也在盯着人家？所以你既然做 manager 做 leader 的话，你要记得这句话，这样就可以隐藏自己，这样就可以不会让自己的被人家掌控的一清二楚，是这种概念。是有时候觉得当一个管理者有一个技能要学习，就是冷消的啊。哦，为什么要冷消的？因为像黄金林讲的，讲爱冷消的，这样才没有录音啊。冷消的是要打迷糊仗，放一些烟雾呢。冷消的是放烟雾啊，像打乌贼战啊，然后把空气都是抹一片黑，别人不知道他讲的真的还是假的，目的就是这个，然后创造一种气氛啊，创造一种气氛说哇这个老板很随和啊，也是比较不明就里的，会认为哎这个老板我很喜欢啊，还有呢啊，这个也是一种不施舍于人，就是这种概念。但是这个是内控，这个是修养，这是要学的，你知道吗？这不是说叫我们一定要他绷着脸，他是说你得教我，要让你的脸色看看能不能够不要随便透露出你的真心意给人家知道。你很喜欢打桥牌，不要让部署知道，部署知道的话一天到晚结果在那边玩桥牌啊，邀老板来共赏。你不可以让你喜欢什么东西让你部署知道，知道吗？这是领导学。老师， EMBA 跟 MBA 最大的差别就在这三个字，得教我。是哦，哦，你有感，你有怎么多说你有这样的感觉，你有体会到，好，所以 EMBA 的很会脸销，你现在讲的都是销委吗？不知道你知道真的，OK， 所以呢，你知道这句话其实也很好啊，说保持秘密，世界怎样运作？为什么？保持秘密。不可以让人家知道说你下一球要投直球还是投变速球，那这个棒球场继续玩下去啊。如果每一次要投什么球都先练亮灯拳，我紧接下来王建民下一球要投92公里的那个 sinker 是吧，深刻球深卡球，每一次投球都预先广告，而确实都这样做，请问这个世界怎么样去玩下去？没办法继续运作下去了嘛，对不对？每一家公司如果要增资或者是要做什么动作，什么策略性动作，可以先公告给人家知道吗？如果先公告给人家知道的话，让人家都知道怎么去破它，那这样这家公司就玩不下它的策略了。所以社会上的世界上呢，要保持秘密，世界上正式运作。而且我慢慢发觉，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秘密都只能埋藏千古，永远不得而知。所以要尊重别人的秘密，也要知道秘密是不可能被其他人知道的，你知道吗？有好多好多的秘密可能会跻身而终，那可是在网络上我们却可以收集到很多东西，可是我告诉你网络上的收集的东西都是不重要的，不是机密的东西，才会被人家播在网上，都是攻击人家骂人家的东西，抄人家的，是吧？他才会播在网上，你还会 Google 上。真正能够 Google 到的东西不是重要的。你会把你重要的东西放在网上，让人家去查吗？不可能的事。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秘密啊，一些基本的秘密，它才能够继续运作下去。啊，所以君子不施舍于人。这个当然，各位同学可以接受吗？年纪轻的同学可能会觉得说，那这样不是对朋友不义吗？
朋友都已经告诉我他的秘密，我不告诉他秘密，那怎么好意思呢？啊，什么？那是另外一回事，是另外一回事。什么样的另外一回事？商场上本来应该秘密存在，是。有时候会真的会做不了事情。对啊，没办法做那种事情，没错。那朋友呢？好朋友呢？朋友之间讲的秘密是一些无关紧要，跟生意完全没关系的。是，可是你知道，像慈禧太后60岁大寿的时候，袁世凯啊，花了80万去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翠玉，啊，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他都无意当中把。花了80万，这些秘密透露给了旁边的李莲英知道。哎，李莲英有什么感受？李莲英的感受居然是：你侍奉老佛爷，愿意花80万，你却买了一个2-3千块的东西送给我，看到没？所以埋下他日后清算袁世凯的一个动机。他日后就开始在老佛爷面前啊，就开始在那边戳啊，就开始在中这个中毒啊。袁世凯，后来袁世凯就跟老佛爷就分了。所以事实上，如果说这件事不让李莲英知道的话，他不知道说知道这个很漂亮，可是不知道是80万，他就不会起这个杀机，他就不会有这个杀心，知道不知道？懂吗？那这个拿捏就在你的手上了，啊！所以我们在知己知彼的同时呢，也要知道心是不可以轻易被人知。即使在非常好的朋友，也有一些东西不可以随便透露出来，不可以讲，否则会种下日后好朋友之间。决裂，知道吗？这人性是如此的险恶了，不是说这样子说人很险恶，人就是有很多这种反动作的，是吧？你无意当中一件不应该让他知道的事情，让他知道以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就起变化了。有没有这种事？常有。所以不是说知无不言了，而是说我心是非常的明亮。任何事，没有任何事是不可以对人言的。可是问题不是不可对人言，问题是不应该，应不应该对这个人言？不是可不可以，而是你应不应该讲？你讲话，说不定是种下了某一种杀机。像眼前这边所讲的这个 case， 我相信你们应该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故事。是吧？是，严飞。这个啊，这个因为啊，人与人之间啊的信啊，它是很多面，是没有错。你讲的是一面没有错，可是它不叫做笑里藏刀。因为很多事呢，只适合某种等级的人知道。如果低一点的等级他知道的话，那上面就没有办法 manage 下面，你懂意思吗？然后考试题目如果不透露给学生知道的话，学生觉得老师对他不够好，所以要不要讲？要吧？要，是吧？这样懂了吗？那有一天等到你当老师的时候，你就知道，对吧？所以当他喜怒不形于色，不是说对你不好，而是他着眼于大局，他认为整个运作整个体系要运作的话，必须要一定要保持一定的秘密，不能够什么事都讲，至少没什么不能讲嘛，对不对？但是呢，不能够透露过多的话，这个题目要重新再处理一次，要不然每个都考90分，是吧？也不是说不能够给人家高分，也不是这个意思，因为考试本来就是要能够测出程度出来，这种概念，是吧？所以不一定是笑里藏刀，笑里藏刀是负面的，
但是如果说他行他的不施舍于雇主的话，并不代表他是奸诈的，不代表他奸诈的，有时候会是没有错啊，但是那个是看老板的素养，那老板的素养如果他很正的时候，是吧？他不愿意讲，并不代表这个消息是对你不利的，不愿意讲并不是说对你不好，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要看分寸。像好比说大人可不可以动不动把大人的事给小朋友讲？可以，对吧？很清楚嘛。啊，你没有跟我讲，爸爸你没有跟我讲，你不爱我。啊，妈妈你没有跟我讲的话，所以你对我不好，不能这样说。所以世界要能够正常运作，一定要包有一定程度的机密。那尤其老板都说不能公开，不能坦诚。我们现在谈透明化，但是有些事不能讲。有一次讲的话，自己是不能运作的。你看看，我举一些例子。对，老师，我是很真诚的在你教位啊。所以，所以我把你当现在当做在领教委。不是，我对部署的时候，我是很真诚的在领教委，很真诚的，所以比较不会有那个问题。但是你不能够，就像老师说的，不能够所有的策略计谋或者你要做的步骤都跟部署讲，可是你还是要非常真诚的对待部署。是啊，没错，是吧？所以你真诚不是说要把我昨天晚上做的什么事都要跟部署讲。要跟朋友讲，这才代表真诚。不是啊，不是说董事会开了做的任何的决策都要跟部署讲，否则对部署不够透明，没有信任，不是这样意思。对，老师好，我的想法比较简单，因为那个慈济开放60大寿，严世凯透露中给林言，在我的想法就是说，因为李莲英是慈济太后的眼前的红人，然后我买这80万的话，如果我不透过他传话给慈禧太后，他怎么知道我这么看重这个东西？为了他愿意花80万，那所以我比较直。难不成如果他不透露给李莲英，也许他送给他慈禧太后，认为他是两颗石头？不会，因为慈禧太后人家内行，人家一摸就知道，哦，这个东西所费不轻啊，佩服得出来。啊，那事后都败在李莲英，一直从那以后一直不断的跟那个慈禧太后在洗脑，讲那个袁世凯的坏话，是吧？确实，就从这里头得到这个结论，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些 information 是可以跟某一些人讲，有些 information 是不能够给人讲。你们可能还不太能够说服你们，因为现在的教育都是叫人家很透明化，决策透明化，什么东西都要透明化，反正这是正派的。我要告诉你们 ，Apple 这家公司有谁了解它是怎么运作的 ？Apple 不是一家非常成功、很 powerful 的公司吗？谁了解 Apple 像了解宏基一样那样了解？啊，台积电也是一样啊，不保持相当程度的神秘风采的，不可以轻易让外人知道我这家公司的长处、短处。Apple 保密到什么程度呢？我看了一本书，叫做苹果内幕，你们有机会可以买来看，因为这本书大概最近在谈 Apple， 大概谈的比较有 insight 的一本书。他说啊， Apple 的部门的员工啊，只要你是这个部门，你是甲部门，甲部门以外的任何的部门的所有的事，你通通不得而知，不许你知，不让你知。你见到这个人，你不知道这个人是在乙部门工作的。你进这公司所开的那个钥匙走的通路，就是只有能够通到你这个部门去，其他部门通不通？你知道 Apple 是如此的保密啊，你知道吗？不知道吗？是。公司也是啊，虽然我们的 key 是去可以开所有的，不过他们永远不知道我们在干嘛。是啊。所以有一些公司是这样的来 manage 他整个公司，所以您谈的这个透明化这个东西啊，是某一种层次上的不透明，但是真正重要的是不会透明的，啊，就像你会不会轻易把你存款还有多少钱去告诉别人？不会，对不对？会告诉你朋友也不会啊。你两个都非常的亲密，非常 close 好朋友，你也不会把重要的事去告诉你的朋友，因为这些事不应该讲，而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可以讲。
不应该讲。还有问题吗？老师是，你说我们公司的老板不是，其实不是在讲与不讲当中，他会觉得说，其实这个没有必要讲。对对，譬如说他这件事情没有必要跟一个比较基层的员工讲，因为也跟他也是无关的东西啊。是啊。所以不是在于，有时候不是在于讲不讲，然后我也觉得说，有的人是没有必要去知道这些事情，是没有必要就是不讲。好。这样解释是没有错，但是这样解释有一些人不服气。我请问一下，为什么不可以？你可不可以举一些例子？不应该知道的，你让他知道了这件事以后，会惹来什么杀身之祸，惹来什么很不必要的一些失败？有没有这种例子？有啊，太多这种例子了，是吧？所以不是说不是说他没有必要让他知道，这里头有很多的机关的，很多的要诀，就是。不应该知道的人，他知道了，他反而会坏事，你知道吗？因为人一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他会无意当中，他会泄露出来。好比说，不应该穿红色的衣服，他那天知道以后，啊，他知道，哎呀，我那天呢是的意思是表面上不可以穿，是可以穿的，可是他的形色就会透露出来，他讲话的声音就透露出来，就会无形当中就会泄露出来。有老师，比如说举个例子。新闻很喜欢在12月，就是快要过年前，然后就会去访问我们的员工。请问一下，今年的富邦集团是领多少的年终奖金？然后他就很喜欢说，我们至少可以发12个月，但其实上到我们手上是只有6个月，这就是不该讲，因为他讲了，然后我们只领到半年，就觉得很爽。那他为什么会讲呢？就这个人呢、啊，他不应该讲到发半年。这种人被他说的是大嘴巴。这种人呢，要是更高阶的经理人知道的话，以后绝对不会提拔他，至少不会把重要的事交给他干。因为这样呢，没有办法公司正常运作，至少不能够顺着领导者的心意去 manage。所以这个是素描。所以知与不知啊，这里头啊，这句话请各位要记得了啊，君子不施舍于人。然后呢，孙子紧接着就讲，他说呢，对于胜利的见解，如果不能够超过一般人所知道的层次的话，就是你所知道的不能够超过一般人所知道的。见证就是对胜利的见解，就是对胜利的知识啊，对胜利所知道的层次，对如何打仗，如何打败对手，现在这个对手是哪一个特定的对手，对这个特定的对手怎么样打败他的这个见解。这个知的层次，如果不能超过别人的看法的话，非善之善者也。战胜敌人，而天下都说你好棒，你好会打仗的话，这个也不是真正厉害的。OK， 啊，就好像说呢，把很轻的东西举起来，不能称它力气很大，它是大力士；也不能说你能够看到日。太阳跟月亮称为你的视力非常好，也不能说你能听到打雷代表你的耳朵的听力非常好，因为一般人都一样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所以你要称为一个将领的话呢，一定必须要怎么样，一定必须要能够比人家先知，比人家知道的更多啊。所以下一句话他讲，古之所谓善战者胜，会打仗的人为什么可以打胜仗呢？古时候说哪一个人很会打仗，他很会胜，其实他的对手都是很容易被胜的人，那就是代表说他都是挑那个柿子挑软的吃哦，不是他挑软的吃，是他让对手变软，是他经过一番的先知，一番的先胜，一番的操作以后，使得对手变得本来是无懈可击的对手，后来经过他一番调查、一番了解、一番探索以后，对手对他来讲的话变得是软柿子，变得是很轻易可以击败，是这个意思。那他怎么能把一个很强的对手变成很弱的对手呢？中间关键在哪边呢？你如果让一个很强的对手变得一下子被打败如何？烧他痒，烧他痒，他只是跳一下而已，对吧？让一个很厉害的对手
在你的面前变得很软弱，变得很容易击败的对手，关键在哪边？掐住他的弱点，还要对，更什么？示弱给他看，示弱给他看。最关键的地方在哪边？这个当然都没有做，听起来没有道理。但是什么样才能够真正让一个很强的对手在你面前变得是一个很弱的对手？逐步削弱他的能量。是啊，削弱他的能量。但是你如果能够做到这个呢？啊，如果让一个本来是势均力敌的对手，经过你一番的研究以后，对手对你来讲完全破路，完全一清二楚，对你来讲再也没有任何的秘密可言，所以你要怎么打他，轻轻易就可以打他了。这是关键在哪里？知道他，知道他，就是这个字，知道他，就是知道他。所以你看孙子很强调知己知彼，以后还要强调知天知地。好，你再回来看刚刚那个地方，他说见胜不过做人之所知，非三十三者也，战胜天下约胜三非三十三者。那比的是到底是比什么呢？就比上面在讲，当然你见解能够超过敌人，你才堪为将领。比是比什么？比的是比谁能够先知，比别人知道的多，比别人早一步知道，比别人早五年知道，比别人更加透彻了解这个形势，在比这个，而且很有把握，而且只有我知道，别人不知道，你在比这个，知道吗？所以记得我上回跟各位讲过，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重责，三个字，先知也。自古以来，所有的明君贤将之所以能够胜过别人，没有其他的法门，只有一个，就是比人家先知。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本来势均力敌的对手，经过你一段时间的了解探讨以后，对手对你来讲早已经变成是一个很容易击败的对手？请问你做了什么事？你把对方能量消掉，你把对方什么做了很多事，是吧？但是有一件事是最根本的地方，就是你非常了解的这个对手，你把他摸得一清二楚，你把他起底了。你们现在网络的网军们最喜欢讲把人家把哪一个人起底，对不对？当你把一个人起底了以后，请问这个人对你来讲是不是变得非常的脆弱不堪？你要怎么打他？对你来讲的话非常简单，对不对啊？这，请问这跟不战的确认之兵有什么关联？请问这个跟自保而全胜有什么关联？请问这个跟不战的确认之兵有什么关联？还是都是在讲同一件事？是不是都在讲同一件事？把它给全下来。把它怎么样？给全下来。保全它。不是来。保全自己，完完全全的彻底的了解。所以同时你知道对手越多，你就更知道如何保全自己，但是同时也能够击败对手。为什么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经过你一番研究以后，他已经对你来讲变成是一个很容易击败的对手？所以从古到今，所有的所谓很会打仗的人，他之所以能够打胜别人，是因为他的对手对他来讲都变成是很容易击败的对手了。但是怎么做到的？我刚才跟你们讲过了，就是因为他先知。记不记得我讲第一章的时候，李嘉诚不是也是这样吗？他说他每每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做什么事？他每每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他做什么事？并购跟扩充。去研究、吸收某一个行业的最先进的技术、知识跟它的行情趋势。然后做足了一切的研究以后，准备成一本一本的很多的专案以后，他彻底了解了这个形势，所以只要等到机会一来，他立刻就可以出手，有没有？上回是不是举了一个例子，他怎么样去购买德州酒店的希尔顿饭店？
有没有？有没有讲过那个例子？有。这个讲这个。好。所以我们才说啊，其实先胜，早已经胜。你为何能够知道早已经胜了？早就在准备了。我早已经知道他出什么题目了。啊、当然不是用不正当的手段打破老师的玻璃继续偷考卷，不是这种方式，对不对？我早就知道老师会出什么题目了。你何以见得？你怎么知道？哎，这是看每一个人的造业了。